认你来。对，所以估计你现在也没什么不舒服。啊，我前段时间阳了，我对阳了，但是你的片子非常漂亮。你现在要体检，要去，你告诉别人没做过手术，谁也看不出来。所以就恢复得很好啊。然后呢，病理是个微浸润，切完就好了，没什么事了啊。你就跟正常人跟没得过病一样，好吧？好的。啊，乔治辛苦了，挺好的啊。非常好的，恢复的非常。你看这个肺膨胀的也好，这个肋骨角也没有液体，没有气体，然后呢，我都看不出来刀疤在哪里，说明恢复的很好。这个就是手术那个切掉的是吧？对，骨肌在那儿，但是我不是看不出来。喂，乔主任，你的医术高明。对，没事。好，行吧，那就两个月后照 CT。好的，你就确定一下到哪里照。乔主任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到梅州来？哎呀，好，争取今年去。去梅州了，一定告诉我们。好。